家好，我是李婉儿。首先我想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和万事如意。我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我至爱的和最喜欢煮的发财好事一品锅。发财好事的意思是代表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发财好运，生生财财，同埋生意兴隆。首先我想介绍是至重要的发菜啦、冬菇、蚝豉、猪手同埋生菜。配料呢就是姜切开一片片、蒜头、蚝油、南乳、盐、糖、胡椒粉、葱同埋芫茜。咁开始煮的过程呢就是开火啦。咁用隻鑊咧，加啲橄欖油，然後加啲姜啦、蒜頭，同埋兩嚿南乳，係咪好味咧？咁樣咧就加啲豬手、冬菇，同埋蠔豉啦。然后呢煮完呢就要加落嚟呢个煲嗰度开始炆啦。哇，真係好香啊。45分钟之后呢就要加啲发菜啦，同埋啲葱，最尾呢咁加要加啲麻油。然后呢就应该煮完的了。煮之后呢就可以起菜的了。多谢大家欣赏我的烹饪，希望你们喜欢。再祝大家新年快乐。